大家早晨，欢迎收睇今节嘅天气节目，我系李志雄。受住东北季候风影响啊，今朝早都比较凉噶。今朝早嘅气温啊，就系16、17度左右。而喺大范围嘅卫星影像，我哋就见到啊，整个沿岸地区啊，以至南海北部咧，云量都比较多。我哋预料咧，今日天色咧都系以多云为主噶。而我哋预料啊，今晚嘅时候啊，风势咧就会增强，我哋有机会吹住一啲有组织嘅偏东风。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係咁嘅，係大致多雲啊，早晚嘅時候一兩陣雨，天氣係清涼噶，日間嘅時候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咧上升去到約19度左右啊，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北風，今晚嘅時候咧東風就會增強噶，而再長遠少少嘅天氣一係點樣，一齊嚟睇下電腦預報圖。預料受住呢股東北季候風影響咧，未來兩三日啦，華南沿岸地區咧天氣都比較涼噶。而預料一個高空擾動就會在週末期間去到下個禮拜頭就會影響住沿岸地區，為這一區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是未來兩三日就會有雨，而天氣是清涼，最低氣温就會約15度左右，而週末期間風勢都比較大，而下個禮拜一的時候雨勢就會較為頻密。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了，祝你有個愉快的一日，再見。